有行人，不好意思哈。没有，要等他，他就是要走，好不好？好，对不起哈。1993年出道的歌手张震岳，拥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，不时会在社群上分享生活的他，12日晒出一段行车记录器的画面，只见他想礼让行人先过，却遭到后方驾驶按喇叭，让他忍不住骂巴什么巴啦。随后两人更直接在路边对峙。骂巴什么巴？有行人，不好意思哈。没有，要等他，他就是要走，好不好？好，对不起哈。张震岳在贴文中写道：“人生奉献2-3秒给行人，不会少你一块肉。巴我没有比较快速到达目的地，被巴还要说对不起，这就是马拉桑里面的歌词。我们活在颠倒的世界。”贴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回应：“看到你拉下窗，我就先跪了。开车练修养。”